大家好，我是大龙，现在是早上的6:30，今天我们就开始来采摘、打包、收购、打包，一起来看一看。苹果来喽！黑黑的花牛。现在开始挑选。精挑细选，不火的就全部拿出来了。又来一车黑色牛牛，看我们这边果农给大龙摘的苹果怎么样？知道我的是高品质，摘的都是非常好的品质。黑蛋蛋，纯天然，看看。现在开始打包，因为现在摘苹果的人早上才刚去摘了，中午前后下午就多了，我们现在开始先打包装箱。先定秤，一箱一箱定秤，看一下这苹果的颜色。这里要给大家说清楚啊，我们这个苹果果箱是24克装的，因为我们的苹果是按照重量卖的，所以说这是11.2斤，带皮11.2斤，净重10斤，所以说每一箱都装不满，每一箱里面都是18到20颗左右，里面每一箱里面上下都会空出来空格，这个要记清楚啊。如果放满的话，就是如果把这个东西放满，它会超重。如果按照10斤来把它装满，装24个的话，那苹果就会特别小，所以这个要给大家说清楚。每年都会有人收到货以后说，大龙为什么没装满，为什么有空格，因为我们是按照重量来卖货。定好秤以后先放在这边，首先检查一个秤计时吧。行看一下啊，这将小点行。看一下黑黑的花牛，黑牛苹果。今天收上10000斤，每一箱都是精挑细选。就是这样的货色，每箱装2层，个头均匀，颜色红润。听到大龙来收苹果了，附近的农户都炸开了锅，纷纷给我拉来了优质花牛，黑黑花牛，牛牛黑黑。你还是给我卖了多少回啊？2回了。去年买了2回啊。哦，咱们后边的可折叠着。好。是圆的。说窄往里折。嗯。只有盖要翘，颜色要好。哎，这还是先折过去。下一步，定好秤的苹果开始套网套。每一个苹果2个网套，你看这手快就行。拿起你的碎皮，拿起你的鸡屎。又来一车，这是我的老客户。
你把袋子贴了。黑不黑？啊，这票果比去年的还要好了哦。还要好。又开始下雨了。哎呀，这一下雨就没法采摘了。买起来吧，我的苹果。哎，你往屋里倒是的，咋倒着里头的？我的老客户又来了。哎呀，你好。今天菜量好着吧？今天？咋个？今天你有多少工往里拉就对了。货多了，看颜色怎么样？看这颜色。又开始下雨了，今天的收购就结束了。今天收购了七八千斤，今天接人多，明天不下雨就多了。哎，这一下雨啊，明天又没法上山采摘了，各位朋友们，这真的是，今天还好收购了七八千斤。